你年纪这么小就这么懂事，你热心助人不计回报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还记得我？你坚持要走，我也不好意思再留你了。我们的心都像海一样宽广，这世界将变得更美好。马六甲基督堂建于1753年，它的屋顶为半圆形，上头有个十字架。基督堂是一座红色的建筑物。它处于游客最集中的景点区和古迹区。这座教堂在建筑过程中没有使用过任何一根铁钉。